係點啊？你問你，係而家快問快答，二揀一，係拍戲定唱歌？拍戲。點解？因為係拍戲先嘅，所以我好中意拍戲，所以拍戲咯。長生不老定死過翻身？長生不老。點解？因為可以睇到自己啲朋友，又可以睇到屋企人，咁又可以睇到下一代幾多代嘅人，咁咯。黃又藍定係黃德天？兩樣都要。唔可以二揀一。黃又藍啊？係名係黃又藍，所以咪黃又藍咯。十八相送，點解？因為十八都相送咗啦，十八相送咯。我想再解釋翻，同埋嗰首歌我好有 feel 嘅。垃圾定係老肉飯？老肉飯。點解？因為我已經戒咗牛啦，嗰個嘅老肉係豬嚟噶嘛，咁所以難得食到肉就係想食老肉飯。聖淘沙定係聖汁？聖淘沙。點解？特別啲咯。遠啲咯，同埋出名啲咯。新加坡諗到嘅嘢就係環球影城，同埋度度有咯，香港冇嘛。咁一講到馬來西亞，第一樣諗到嘅嘢係？諗到嘅嘢咧就係我舅父，因為我媽咪係華僑，所以一諗起馬來西亞就諗起我舅父啦。我會揀台灣。點解啊？拍戲嘛，因為台灣拍戲咁收咗工有好多夜市，仲可以食嘢咯。去新加坡，為今次去新加坡，首先去新加坡，點解咧？因為上次拍完一部戲，同識咗嗰邊嘅演員，叫 Desmond， 佢都係視帝嚟嘅，咁亦都好多演員喺嗰邊好好朋友，咁同佢哋可以一齊玩，佢亦都會帶我周圍玩。台灣嘅話咧，就梗係買鴨舌啦。馬來西亞梗係要肉骨茶啦，新加坡要買機票啦，食。馬來西亞，因為點解呢？我過到嗰邊可以真係陪媽咪，可以探到我舅父啦，咁亦都可以住喺佢哋嗰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黃友南，馬上下載 M Play， 體驗星馬港台四種精彩。